我给开始吧。哎呀，电脑放这儿，我想拿走。点吧，我麦开了吗？开了，开始了。开了。好，掌柜的，咱们要开始。为什么给我再复习一遍？这里有太阳地方做的图纸，在家里我可以开课，家人们。这节课让你们知道自己比自己想的更牛逼啊！开始第一个游戏之前，我先讲一下哈，就是这一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让自己想个英语。那我之前我上班的时候，就是我没上之前，我在想，我说我可能干不好，因为我啥也不懂，啥也不会，关于这方面工作方面的知识我一点也不懂，我就觉得我靠，没干2天，人家肯定给我开了。但是，的确是，去干了之后，虽然说没有干特别好，但是人家也要我，这就是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。就是可能你觉得干不好这个事情，但是如果你努力去做，至少可能会比你想的结果要好。所以说，不要说把什么事情还没开始干就已经放弃了，哎，就是。这个第七章内容里面讲的，之前一个传奇格斗家的儿子，在去了一趟古巴嘛，就是一个国家比赛之前，去那边跟人家打拳击，跟一个比他体格大3倍的人打，他知道他肯定要输的，但是他还是坚持到底了，就是凡事就算你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他做不成了。但是你坚持和不坚持，结果是两个样子。你坚持了以后，你干什么事情，你都能坚持下来。但是如果说你中途你就放弃，或者刚开始只要一遇到困难就放弃的话，可能这些事情，会给你养成一种习惯，就是以后你不管干什么事情，一遇到困难就想放弃，就啥事儿也干不了。对。然后当时。虽然说我在那上班，我没被开，但是我干的也挺难受的。对，因为我也不是干的特别好，干着干着我也是有点累嘛，然后一天天的就那些活儿，干来干去就特别重复，但是也是坚持了，不然不来这儿的话，我还是接着上那个班，可能我也顶多我再干1年，我就换别的了。但是首先就是你要坚持。我是去年11月份干到今年7月干的啥？3号，就是那个标识啊，什么？标识。都给家里。像那些那个消防示意图，那个什么逃生图啊，你不是说那个起火了该怎么跑啊，什么之类的什么。很多就是你去外面酒店呀，什么高档小区、中档小区，你都能看到，知道吧？我是望那个绿色那个标，什么绿色的标？重生啊，通那道，个你说那个灯啊，嗯，那不是你。比如说那个防火门啊，什么什么都是我们去搞，就是去贴那个标识，知道吧？然后还有什么地下室的 logo 啊啥的，也是我们搞。干的不是特别好，在那干的。也不是特别顺心吧，因为你干不好，你给人
反正是跟人一干活，人家也累嘛，你也自己也挺烦的，但是你也得坚持，因为像我这个年龄，我要是不干的话，也没有别的目标，知道吧？这还是托关系的。那我要是坚持，这结果就是我拿到工资，我一个月6000多。虽然说被我全花了，每天都上。好，第一个游戏，找证据。每个人说一下自己觉得做不到的一件事情，5分钟。就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老三先说。为什么？那今天晚上不会？说吧，都一样。你就随便，去的时候，我这边在听。就是你说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。你这又说了。有啊，懂不懂？想不到，那我再给你点时间想。小胖说，我做不到的事情。做一些我觉得做不到的事情。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？对，我一直都很想去美国生活，然后呢，我去年还去办签证嘛，但是签证被拒了，就是因为中国对这种像我就是没有结婚、没有孩子的这种，他们会觉得我有在那边留下的这种风险。当然，其实我的本身目的就是想去那儿的，就不回来，然后在那边拿到合法的那个啥，然后身份再回来。对，然后所以，我发现我还是挺想做这件事情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很相信，哦，通过自己的那个，然后就可以办得到，同时，这个不是不想做，而是不能做的，因为你们这个人，十三，你说一个吧。我正在想嘛，老五，啊，你这人也可以是吗？那时候是，不用把我杀了，你就可以把我从你的世界里踢出去了。从你的世界里，我去了美国，不就从你的世界里踢出去了吗？你可以协助我完成这个目标，老五，你配吗？哼。那我再想想吧，先让老三说吧。那老三吧，你轮不了一圈，杀，轮了一圈了已经。还想不到啊？没有什么嘛，你说一个嘛？啊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再给2分钟。再想，哎，不是。就是你目前现阶段就行。你瞧我这好像是，把小说给杀了。在直播，直播把小妹杀了。直接给你，血腥暴力，快快快，十三。就是说一件你想做，但是你你觉想得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想不到该怎么，我已经想这东西怎么改，都怎么别人描述出来了？哎，就是大概30秒钟吧，让他们先讲。看到了，上超影。让超影，2600，超影上就超两，影不是2600。超影超是影，2600，上超影是什么超意影思啊？是2400分，然后呢，上超影2600，上超影是什么意思就啊？是他那火影者段位。哦，上到那个段那位，你呢，老三？招募老太太。哇，哎，其实我觉得我能做的，我还是说个实在的吧，那个呀，让我再想想，
我说实话，我真能做到算好赢，只要让我一直玩一直。啊，就是啊，我是是假的，你不是一直在玩吗？啊，我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这边是这边，每天不间断的打。虽然说那你遇到啥超人型的素质？其实我不太敢，就是展示自己，然后还有，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蛮自卑敏感的一个人吧。然后我就那边可能是会，他们那边都更重新说一遍，咱俩。你是做不到什么？啊，我其实不太敢展示，我还是蛮焦虑跟敏感的一个人的。然后就是我有很多事情，好吧，其实感觉好像什么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其实很多事情我都就不敢去做，然后我一想到可能会失败，然后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动力。OK，我做什么事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老五你是啥？是刚刚那个还是换一个？做不到被受别人影响。做不到老三受呢？别人影响，挺好的。老三呢？不受别人影响。不是不敢做吗？做不是做不到。到，做不到。啊，游戏技术低，你觉得你游戏技术提你不放屁吧你！还是你明明很强。什么东西啊？哇！你刚弄我一嘴，行，放屁了！你没听到老三的是什么？他觉得他游戏技术提不高。好。你可以把脚放这儿，我当你师傅吧。那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说自己对于能你做不啊，到事情上面，什么有一啊？些东西你是能做到我的？当你师傅，我教你打游戏，我不能。那你不是说你做不到的，我教我比吗？如说我上班，我觉得我可能会被开，但是呢，我没被开，我觉得我也能做的，就是做的就是现在去找工作也不会被开掉。有没有说这种类似的这种？比如说你。有，之前我有一个类似的，但现在已经被打击了。你不是之前还说因为去美国还练了给人小费吗？对，是啊，我一直在做。是因为我觉得我去了美国国家以后，他们那边的那个服务嘛，所有的服务不是都会要支付10%的小费，然后。我做的那个练习就是，比如说我去打车呀，这种，特别是跟我长期的这种，然后基本上像比如说回临沂吧，从临沂要回到我们村儿我家里嘛，然后我就每一次基本上都给10%的，其实可能不止10%，甚至是10%几的这样的小费，我叫小费，他就是觉得我多给了他钱，他可能也不是很知道这些，但是我是那么想的。我想要习惯这个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到美国之后，就是给别人那么多钱，就不会那么心疼了嘛。那就说明你也是在习惯他那种美国的生活方式。对，是的，上次小费还没给你呢。小贺，不是小贺，十三呢？我不知道。不，小时候你告诉我了吗？十三那个，我其实然后今我天钱了看那吗？个什么，无耻的时候那个谁呀、啊？那不他邻居那个女的不是害怕出门吗？那不最后是因为那小孩子他也出门了。对，那你小孩甭子管他是拿什么被套，结的绳儿拉圈着自己还是咋的，但是他尽管他出门了，对，他之前是再怎么样他都不出门，那也是很紧的情况。我做事情就都是跟他没办法出门的状态差不多。那也不是很紧急的情况，他只是喜欢那个小 baby。对呀，那他喜欢他就会很紧张啊，就是真的很对我你来有没说。有发现说关你？键的时候，我才会这个真的做出努力，我才会真正做出反应了。不然平时我会一直吵的，我做事就是喜欢冷处理。你有没有发现说你有哪方面是，好一点的，就是，怼人。在平时这种做事儿。
也可以帮他就找是一下，你，比如说你现在对他比之比人前，家对人不你友有好，哪方面提升了？你觉得？不知道了，评价呗。哦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，就是每次如果自己犯错，就是别人说对不起，或者说，犯他的，就是给别人提供证据。是的，但是有时候也会提出问题。就是你的优点是啥？你虽然说你说你乐意冷处理，但是人家给你提了意见，就是你也能接纳，也能说很好的去避免一些问题，这相当于你是正面处理了，而不是冷处理。对。因为我正面处理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逃了。平时有什么事，我处理很多事，我直接就往，我就是我直接一躲，然后逃避，去开始逃。然后，真没有。那老三呢？哇，老三呢？你觉得你的游戏技术提不上去，但是有没有说哪一点，或者是某一段时间段的觉得？没有啊？你确定没有吗？你当时打过我没有？手感好，刚好，手感好，就是能。那也能。那也是游戏手感提升了呀，你才有手感的呀。你没有，你要是没有手感的话，那你技术还是挺弱。你有手感，说明你的技术上升了。那来，好，这个来很好。靠！那你给我打那个三角洲的时候，对吧？不是我有这那儿不打。是死了吗？那至少说你唯唯诺诺的强啊，那这个不是也带你错吗？至少敢跟人家说正面硬刚，刚不过是吧？三炮打六炮，就是。老五呢？啊？你觉得你是啥？你是觉得你什么最高来着？我不受别人影响。你做不到不受别人影响。那我。这个我倒不觉得，我靠！那你一生气，他妈拿个电子，拿个手机出来刷视频了，你受谁影响？不是啊，就比如说啊，一个人在玩手机，对吧？然后我看到他玩手机特别不爽，然后你，然后小飞跟我说你输了，然后我就这，然后不是我要举报他拿手机，受别人影响。那你就全天都会受影响吗？还是说有时候也不受人影没有不受干预。响？那如果给你手机呢？你还受人影响吗？什么？手机在你手里，你还受人影响？那就是别人在我旁边，然后他没有手机，我就走。人家也有手机。那不算。那你这不是受人家影响的问题，那你这是贪玩吧？没有，我只是打个比方。那平时那种什么，比如说。怎么还有啥？我他不睡觉，然后呢，我就看他不睡觉，我说，我也不想睡觉。那这方面的话，其实是一个总体的。你要细分的话，就是因为你静不下心来嘛。睡觉对。就是然后他你，可能需要一个，那你之前 PBL 做也挺好啊。那你自己做的时候，那你看你静也能静下心来工作人的。就是因为我真的想做的事情。那对啊，那也是属于说你在这方面进步了，你知道你要做啥，你不受人影响，专注做自己的事情。这不也算吗？对，也说明我们要。去创造他们就很多时候，的确就是说自己想的和自己做的是很差异很大，可能你也发现不到，你自己其实做的比自己想的要好很多。
就是，之前是我老妈还是麦克说，就是每天有时间要跟自己独处啊，哎，还是小慧说的，就是你要静下心来嘛，就这个聊，跟自己聊个10分钟5分钟，怎么聊啊？你就比如说啊，比如说，我今你说天钓有鱼什啊？么？那你钓什么呀？我我今天带你晚钓鱼，上，那你钓什么呀？我你今说。天晚上我玩玩游戏，打扫完卫生，或者是干完啥事儿，我要不要想一下明天还有什么事儿要干？这种的，或者说啊，今天这个游戏打的说有点菜，是为啥？总结一下，就是这种的，自己跟自己对话，或者说你就静下心来想点别的事儿。静下心，那就是你要克服的呀。我又有时间，我一有时间啥事儿不干。我有时候觉得睡觉都是一种无用功。给你2天不睡觉，你就老你无用功，我之前连续了5天没睡觉。哥们儿，你那直接。你5天不睡觉，嗯，那假的？真的。我之前刷视频说，一个男孩儿，网瘾少年。他舅舅正好是个什么心理医生啥的，让他一直打不睡觉，打了3、4天他就老实了，都再也不玩游戏了。你这干熬，你确定你是熬5天没睡觉，你还在玩？人的生理反应的直接就排斥了，你一听到游戏，你以后都会恶心。但是我觉得呀，是因为我不有没有可能是你睡着了，但是你以为你是清醒的？你熬久了，你精神会错乱的。我妈成天在家里的哥，她是寒假还是暑假你的？妈妈会让你连续5天熬，她没有说别的。还是你妈不知道你5天没睡觉？不知道，你们看了吗？我咋那不信？说你妈知道你5天不睡觉？那老弟，你是想往猝死那方面发展是吧？没有，猝死，就是反正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我一有时间没就是一有时间没事干，我就觉得特别累。没事干，晚上就会。比如说晚上的时候，对吧？我天天就搁那烦，就觉得自己没事干，睡不着就没事干。然后趁着烦我是吧？对呀。我要1个小时，他搁这，哎，我去，整天，我操，一句话给我整你懵想逼了。家吗？我跟你讲个秘密。哎，我真服了，我晚上是想说的。那我们聊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点的解决方案。不是说就是要就出是你来。不是那天晚上还找我聊吗？那你都知道来这的目的，那你确实看看呗，看看试一下嘛。没别事说干，觉得自己做不到，说这一点就不在受这别里。人影响，那你就试着去不受影响啊，试一下。你试着说你刚开始你被人影响了，然后呢你自己又就是突然又感知到说自己受别人影响了，你就试着拉回来看看呗。试一下，如果说你被人影响的时候，人家玩游戏你没玩，你在做 PBL，你刚开始可能会跟他一起玩，那你后来知道了之后呢，你再拉回来，你再做 PBL，你做完了你再看看是什么感觉嘛？试一下。你们不是说勇敢的人先闪烁世界，不是你说的？啊，我说我，那行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给不我是。回应一下不我。是你说的，那就是别人说的。反正就是说勇敢一点啊。勇敢的人先闯世界，老三对不起了，今天晚上我。我他妈那天那个什么来，那天我马枪杀最后一个人了嘛，最后那个男的进幺八，我操，他往下跑。哎呦，但是我不，哦，那不是第二个，那是308的意思。呀哈哈，但是他这应该又是不带了叫高你八了。弹，那个高爆弹，高爆四级弹应该你是。跟我讲，你他妈的，对，然我手后上老恶心了。第二游戏行动圈圈，兄弟，上回看你光点就是了。你然什后么？第二游戏，还有你爱听吗？第二游戏啊，蓝黄绿红排序，蓝色你要想那个困难的事，然后呢，黄色是要想。感受，就是你这个
困难的是你是怎么改正，然后呢，红色的话是不认识。做了什么，就是你对于这个困难你做了什么，然后第四个就是红色的话就是想一下期待。难度还是就是整个步骤，啥意思啊？困难了。蓝色，你先等，就直接开始先告诉我们第一步骤该怎么办。你干完之后，你以后再告诉我们第二步骤。第一步就是你的困难，你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，然后感受，然后呢，想要做什么啊？不是你做了什么，就是对于这个困难，你是解决它了还是怎么做了，都可以说。然后呢？红色就是说什么呢？你要说出你的期待，你期待这个结果是什么呀？好，第一个就是说，还是那个困难，就是直接大家都知道了啊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想一下你的感受，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感受是啥？小慧儿。啊，为什么好呀？不好，问题不怎好。么的感受？什么样的不好？你肥肉都没什么。但是，我有啊，我。是想去美国嘛？然后现哎，在是逆向，那我肯定感受不好嘛。包括我觉得我完不成，给我的感受也不好，然后也会否定自否定自己。己。对啊。十三呢？干嘛了？就是你。对于你所有事感情受。都选择逃避，你的感受是啥？我想看我自己，很恨自我己。讨厌，但是我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老五，嗯，在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情况下，你的感受是啥？什么？在你受别人影响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没办法不受别人影响吗？嗯，在你受别人影响的情况下，你的感受是啥？感受。对。啥感受？那你在受人家影响的时候，的感觉是什么？感受，没有吗？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影响了是吧？是，你知道，但是我还是想这样做。就是知道了，还是想接着被影响。嗯，然后老三啊，什么？游戏技术提不上去，你什么感觉？难受啊！怎么样个难受法？你拖累队友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搞？哎呀，可愧疚了，感觉那个对的，给队友那个没打过，凡是每次给你打，我操他妈！那你们都做了什么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做了什么？不是说你否定了自己，跟那我你在做旁了什边么？觉得这样对不对？做了个暴男的对，鸡，我否定你。我他妈就没说其实也没做什么了，你知道啥吗？也没做。对，后来就没有做了。那就是放弃了，还是怎么着？没有，发现还是在我心里有个种子嘛，我但心是我的脏，确你没可真做什聪么明，了。真是停止不前了，是吧？对，差不多。十三了，就别暴打我，暴打人，十三，叫了。我没事，这样做也挺好。就是你在这种这挺好恨的。自己啊，什么什么这种情况下，你做了什么？姑娘，我让你打100次后脑之钉，给你把100次自己后脑关之钉，起来，我把的自己关天，起来。我打100次，后背，把我茫就茫感觉一点懵懵刺的，全激，身都感觉懵如懵果的说那动不种惯了，闷我就闷觉的得那种感我觉操，很怎么难可能受，会赢然呢？后当试着然，让自己天平天静晚上下来，到最后每才天来三打七，都不想妈自妈己。呀，你真你人。俩小点声。还有吗？就尽量不去想吧。虽然说我一直觉得这个事做的不太对，你的行动是逃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逃避问题。是的。好，老五，你在受别人影响下，你做的那个是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就是那样做呗。就是还是接着受人影响。对，是分的，我是我分的，就是你知道了，受影响了，但是你还是想接着被影响下去。
我不是被本地的被影响下去吗？就是不知做道不该怎了么自办，己，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、啊，感觉被攻击了。就是让别人觉得我自己很贱。我第二天刚才就听是说，感觉要，就是你被影响了之后，你会我觉想得让别别人，人，我想让别人觉得我很贱。你这有受虐倾向没有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反正就是想这样做。吗？啊，你是也有一你方面的因做素法想让别是。人，想让别人觉得我贱。啊，别你很贱哈，老三呢？我苦练2年半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这点苦练记住啊。那你们期待的结果是什么？小慧呢？引起别人去美国呀？去美国。十三呢？定居在那你儿。期望的结果是什么？我想想，定居在那里，不是你配吗？然后在那边取得绿卡，然后想什么时候回中国就什么时候回中国，然后在那边赚美元不回国荒。那你在那边住不需要花钱，在那吃不需要花钱。一切就是正常的生活开呀，在美国，那那边边租就是房子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那边在那房子边也租不是特房别子。贵，不是特别贵，随便一个豪华单间750美金，七七百百五五。十美金的话，7倍你是多少钱呢？不，你到那儿，你可能就是你在那个生活环境下，你挣的就是美金，你美金。所以正我说，常，好像正常美国人赚钱的水准就在2000左右。就是平民吧。你觉得你去那时能那个啥呢？刚开始肯定也是平民组嘛。然后呢？教后中来文呢？也。你比如说，你在那边可以从2000美金到5000美金，对不对？再从五千美搞金到投一资万美啊，金。还是我搞没什有么？想过做什么，我当时想的就是先在那边能落脚。起码能留下来，好，十三啊，你想到了吗？想到了，你期待的结果是什么？对吧？啊，对吧？啊，我就是更希望的结果，最期待的，最期希望的。望的，太好的结果，超高兴的，大感觉，那老三呢？是的，你期望的结果是什么？期待的结果？至少超越队友，不脱离，不脱离队友啊？你赢了，拖累我孩子。那老五呢？你期待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好的结果，就你期待的，心里期待的结果是什么？别人糟蹋了我，不让在意，然后加你上，说心里话，对真啊，实期待。就是啊，我就是让别人跟我一样的困难，然后滋味儿，遭遇，什么遭遇？比如说我被收手机了，他也没给我收手机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引起别人注意，你咋那么坏然呢？后啥？引起别人注意，找存在感。对，又说我找存在感，我不找存在感。十三呢？期待的结果是什么？大点声说啊，这边听不见。我能够解决问题，然后不会想太多的。能够自己解决问题，并且不会每个问题都想那么多。好的。这个专注点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对吗？你这个。就不是问题，能够帮你的变强吗？你使出了你的种子，给你变成这样一个人。困难，大家都说了，想法也说了，你说行动也说了，结果呢？我不想看你，期待的结果也我说，后面怎么听我讲，期待的结果，听我讲，你我是期讲，待的结果，现在还没有完你成，不跟我讲，对。那这个就可以对，再定了，我是那就不在，用再讲了。就是我操，那些我他好讲的是什强么？制，你要多跟不强是，制你刚才问的问题不是啊。期待的那个然后吗？期待的结我果，操！然后他那个是，你如果说三角洲上比面，如说他这上面的例子啊。作业很多，想法有点着急，你俩行动是先行，做最难的，按时完成了，最后。能够按时完就成，是说的现在，比如说你那个有点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能你现在你能去的很吗？着急，去不了啊，你现在就能跑回去啊？可以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不现是在你可不以是你准不是备想在四那边十，定居吗？你不是你现在搬下来了吗？那就首先我要去办签证这件事儿，就是即使第一次被拒了，对不对？我还要再去签证啊。对，就对，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再说，你去现递在交材料，可能准说的备是材你料。之前干过的事情，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那个？现在这个待定嘛，你期待的结果已经说了，对，
能休息一那点。就说说自己的计划嘛。我计划，我觉得如果我想完成这目标，就是还是啊，就是准备那些材料，该填的填了，然后起码去申请签证的时间，对吧？把钱交了，然后去面签就行了。你的呢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是吧？你有什么计划吗？你这个人，那我，你先问他。你俩反正一起说吧。计划，我没有计划，没有计划，现在想啊，就是没你有计划，2分钟思考。我没有计划呀，没有计你划，想啊，那你期待都出来了，你的期待在等着你的计划呢。那就这，那就我想办法让手机里出去，想办法让啥？你不是做法吗？那就想办法让，想办法把他手机给收了。把谁手机？我打个比方，打个例子。那平时大家手机都收了，就你玩的最烈呀。我知道，我打个例子啊。那你的计划是不是例子啊？是要计划，你真的要去做的计划。那大家都怎么在一了？起玩，该玩儿一不起。是，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。我打个例，比如说是他就是 A 型了吧？我说打这个例子，那你别说，啊，我这是完了，我说把他手机丢了，我就把他手机收了，那你其实就像那个 A 呀，平时我们都没，我们手机都被收了，就你手机可能在充电。啊，那不，啊，不是，就是有时候。那么就是小慧儿以后收他手机，对呀，啊，你我说我的意思就是。就是比如说，我就说，是你就是大家都不玩手机，你就能静下来。啊，哎呀，你这个表达，我们那就咋？举睡觉的例子，啊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老三他没睡觉，但是小偷让我去上去睡觉，然后上去睡觉了，发现老三没睡觉，然后我就说，小慧，老三没睡觉，你赶紧让他上去睡觉。哪那多事儿？人家没睡躺床上，准备酝酿睡觉了。你这上来，人家喊一嗓子喊过来，小慧儿，小慧儿，你咋没睡觉？人家说，我他妈快睡着了，你们给我喊你这干啥？没有，我说，比如说老三在下面啊，啊。我说小慧儿，那小慧听到了，下次一起叫上，那就有缘了呗。我还是会在其他事情睡的。行，那你的计划呢？十三的计划呢？我没有。现在你刚才有计划呢？我操，不是啊？那。我是想啊，我我说，哎呀，我为师啊，我是你的师傅，恩师，叫师傅，你错，叫师傅，我叫你大爸，叫师傅。没事啊，就是我告诉你吧，他那些常货。常就是咱们把计划目标定得太高了，没办法完成，也就是把它就是把困难巨大。具象化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你告诉把你，它想的太难了，告诉你那你们，就可以把目标定的低一点。你每天你只要能完成一个小小的计划，你就可以了。我告诉不你是们，说我今天我你就说本来你平时10把你就能测出来2把，那我今天我测3把出来，那也算你得命运。我告诉你一个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。其实那天你晚给我上，闭麦！哎呀，让我说完啊。老师讲话呢，学生不要插嘴。其实那天的时候。老三拜我为师了，天！我现在是他师傅，我能让他变得更强。老三，我能让你变得更强。你说呀，你看，我来教学，哎呀，你不也听说去道馆没了，来吧，身体变得更强壮。什么啊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，老三？十三，你的计划是啥？就是十三，13都没记名，你赶紧写。哎呀，你愿意说你的计划吗？说啊，不知道。那你想克服这个困难吗？
就是你想不想把技术练上去？你技术练上去肯定是要立个目计划的，不是说我每天在训练场待个10分钟练练枪法啥的。那我还有一个计划，可以。就是把自己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，你到时候密闭恐惧症得了你就搂。然后开个窗户就行了，然后听见了气就行了。对，食物呢？你不饿吗？也就是说，哦，妈，没听过。你防止被别人影响，你就把自己单拎出来，不跟这个社会接触。他的意思是说让他打游戏。对，还是老。打游戏不能解决他这个根本问题。对呀、啊，对，你听那个人瞎放屁，能解决。解决个蛋。你说老五，你的那个问题如果想解决，就是把你关到一个屋子里，有窗的屋子里就行，然后给你手机，让你玩游戏就行。吃好喝伺候着，对，啊，你不不，够，然后明天就送屠宰场。明天就上屠宰场。十三计划有没有？没有计划，你呢？这么画画，真的假被的？我为师了，真的。他一股子老敢拜你为师啊！你每天晚上我都会教给你什么的，你直接在教给你，对吧？啊，我会告诉你的内容，真的让你变成了你。明白。没了。不是下个游戏吗？呀，告诉你个秘密，还有让啊，你变形了。两个，终于啊，还有这两个没了，那个是，不是那个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。那我我，们现在那就选一个吧。你现在是游戏已经过完了是吧？对，两个。好，现在我们四个人，每个人刚才说了一个嘛，我们可以针对一个，然后进行深入讨论。那我先刚讲一才，下，就是那个什么嘛，就是理解写自我故事的四大要素嘛。写自我故事非常重要，就是把坏的去掉，好的留下来。什么叫自我故事？比如说，就像他这个拳王的儿子去那个什么罗马还是哪儿的去那个打拳击，虽然他知道自己是肯定打不过对方的，人体格还比他大3倍。但是他依然坚持下来了，那就这就是属于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。哎，你自己经历了什么故事？把好的留下来就行了。就是故事呢，等于想法加行动加证据。打就是我你的想法好，我想要，我想要不拖累队友。我的行动是什么？我在训练场或者是平时打的时候练技术，证据就是你的技术提升了，你就是没有拖累队友，那就是你的故事，对吧？哎，我其实还有一种方法。掌握收集正面证据的方法，就是你要多观察自己，就是平时的这个干的所有事情，你干完了或者干途中，可能有时候你会发觉你自己干了啥事儿，你就会思考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其实我知道就一是个你不方要法。轻易说"我这个事情我干不了，做不到什么的"，就是试着去做一下。是谁的？对，其实我知道你一个方法。你说，针对你你想，说。有压力的人还比没压力的人活得更长啊！有压力的人，易于那个血液流通，比普通人要那个没有压力的人要快，心脏跳得快，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在运动，但是你的血管是放松的。我不找人说话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你只会越来越压抑，你的小心，才找我，爆炸性的。那我没其他办法。因为人他是一个群居动物，你比如说，你可以在你现在很小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跟人去接触，但我是少说话就可以了。长大了是要跟别人接触。
早晚你是要跟别人接触，因为我是个话痨，所以说我讲话的。完成。好，现在选一个吧。现在是四个人，有四个困难嘛，相当于对不对？对吧？然后我们集中解决一个人的。我们投票吧。张瑶，刚才是四个人的，张瑶组，然后我们来着重放错那一个人。我老三，你投谁？操老五，老五讲，好，啊，你们全部给，老五你投谁？我投老三吧，老三，然后你投谁？就一个香蕉树。上面挂满所有祝福，没有什么事放不下，把你们全部给我撒撒撒，你想？大香蕉一个大目标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选自己，十三选择自己，我也选择十三的这个问题。好，你们两个互选，那就是他胜了，是吧？他两票，啊，你老五先也选。两票，啊？老五也两票。老五投的是你，没有投他自己。老大头了，老大投了吗？嗯，老大投了老五，好，那现在继续第二轮，投老五还是投十三？老五，不是他老投老五，那个点数。老十三，投十三，我也投十三。老五投谁？我出老投你三，自己或者是十三？哎，就这样了，十三肯定胜了，投你自己或者十十三？三肯定中了，来来来，就说，肯定着了。说呀，51了，还有9分钟。嗯，老五你投谁？中招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我投十三十啦！三，还是投谁呀，大哥？那十十三三中刚招了，才的这个就是说，他自己的就是面对问题，他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逃避，因为他感受到有压力。但是呢，如果那个事儿不得不做的时候，他又会去面对，然后给他带来的感受就是，有的时候他自己晚上会复盘他自己嘛，然后他就会觉得我是买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在想，我是不是要重新做的比较多，但是哦，那样子很累的。每一天晚上都会想，我今天哪个事儿做的不对。然后呢，想完了以后又会觉得，哎呀，自己应该那样做，就会很恨自己。不是，这之前我可能也会跟他有相似的吧，但是我发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每天自我检讨是个好事儿，就是你能发现问题的所在，但是。如果说，光说不做也是白瞎，就是你说的这些想的东西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对，我就是那含种量，光说不做的人。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含量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没有太多对，的内容，我靠，啊，我太懂这一点那我了。们应该怎么做？就是把想法实体就是行动化，怎么行动啊？你就是专拎一点出来，比如说。试着跟大家一起做 PBL，或者嗯，说怎么着呢？对，第一个方案，尝试着跟大家做比如说，然后还有什么吗？或者说，在什么这个别的方面啊，去就是定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目标，对，先去做了嘛，慢慢再大了嘛。刚开始就调那么难的话，对谁来说都不好搞。其实包括昨天的个人探索，对不对？老五昨天是被他爸爸带出去玩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事业，包括十分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，你要看到这些，而不是天天。因为这是我们想做的呀，也可以试试说把压力扔一边，先试试把先自己就是说，比如说 PBL，昨天比如说我给你个建议，说是做了一个 PPT，对吧？但是你不做也没有关系啊，但是你可以就是说什么，你可以去试试做，你包括之前我和老三做 PBL 的时候，做那什么，还有个是类似于那种表格的那个。刚开始的那个指纹识别卡，指纹识别那个什么是吧？对。第二个是那个元素周期表，然后我们从表格又换成了一个软件嘛，换成了是那视频软件，我记对，得。对，换成视频软件，没有任何压力，就试着去做，做的好坏，你至少你尝试了，对，你没也人就是批说，判你，只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，好吗？也就是说，第一，老大给出的建议就是先尝试着去做，
不要就，而且不是说每天晚上自我检讨的时候都说自己做了哪不好，可以想一下今天哪一个是维持住了，做的还可以的，这种感觉。就是可能说平时你有些事情会有人说你，但是也不一定代表就是你是错的，可能你就是要改一下而已。或者说你每天就是你做的这些没人说你，但是你自己会自己说自己，对，就是那第二个就是要减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，自我批判。还有吗？我再有什么建议吗？针对是13，他很想融入大家，他也很想就是那个什么，哦。你而且你在这儿。你说你干了啥事儿？人家钻你牛角尖吗？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咱这就总共就四个人，我靠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哪有什么矛盾可说的？啊，第二天就好了。第一天你知道该说说该闹闹的，第二天不就好了吗？嗯，谁也没有跟你不过不去，对不对？也就没是，说你犯了什么好，犯了什么大错了，摔个花瓶，摔个水壶，那不很正常吗？谁没摔？我摔过一个碗，一个花瓶。那个正就是说，矛盾在一块儿都不认识，不是一开始都不认识，对吧？那矛盾肯定是会发生的，但是呢，你就是不会就是说过不去这个矛盾。嗯，是我天天跟小伟吵架，也没有见。哦，对吧？我可不想跟你吵，每次吵都是因为同一个问题，这个手机，那你可不是以电不跟脑。我吵啊，谁说一定要跟你吵？那你老是逆着规则来，那谁不敢？谁不？他不管你，谁管你？他就要逆着规则来，那你逆着规则来，是你你们来自己一定的，块儿跳。就很奇怪，你们自己定了规则，然后你们自己要逆着自己的规则。你这样很奇葩哎。咱不是时间段是咱自己定的吗？对呀，但是你们，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到你们，你们自己选出来的那个最佳时分。对。忘了是13对于刚才大家给的这些可行性方案，你用那个常用。一般般吧。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吗？我只是想评测一下你的心情。那你就可以，就是如果是那样，要这个，可以先执行起来。咱如果对战了，你黄昏大胜，感觉很无从下手了。他还是感觉无从下手。老大再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几个点。想法、行动加结果。等于你的故事，就是你的想法是说你想要改变，那你就要有行动和计划。你计划不要想着说特别难，然后大家都会把目标定得太高，所以说一听到目标都会觉得特别难搞定。但是目标这个东西有大有小，你可以定得很小。怎么啦？上次上你课了，干啥来呀，老五？我不是没听。那你总结一下刚才那个什么老大给老十三的建议都有啥？他说他现在还无从下手，老三说。又不是我，凭什么我要总结啊？你说你在听呢？那对老大啊，说完了。但是又不是对我总结的，我为什么要听？你别听了。不，我是自动排除了，我耳朵都自动排除了。哦，但实在，我觉得他们的天建命，议还是可来一行个的。立棍。反正你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这种方式方法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尝试。如果立上去了，OK。刚才没看见，你眼瞎了。是吧？哎呀，干什么？这个我直接劈棍，超棍。哇，哇。超棍。等下别动，老子，是的，我。完了都录下来了，我吃完了。